这个球是反射还是什么？你平常照镜子是什么？好，它跟你平常照镜子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啦，谁这么无聊？他家镜子是长这样子的？不是吧？你家镜子是什么样子？平的，对不对？平的你才不会变形嘛。那这个是球，圆球形状的，所以你照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通通都变形？好，小朋友，我现在问小朋友，大人不能举手哦，请告诉我你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什么东西也有这种圆圆的效果，然后会把东西缩小。你说，眼镜，眼镜是透光的，我要像镜子一样的。你说，宝宝车子后照镜，哎 ，good， 好，你宝宝车子后照镜有多大？这么大吗？啊，那哎，我们常在路上会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是什么？说，说。公车的后照镜，公车后照镜这么大，哦，这个公车很难开哦。不过很接近，你说。好，很棒。刚刚举手的小朋友应该都是同一个答案。我们那个巷口啊，转弯的时候啊，十字路口是不是都会有那个反射的？看旁边有车子跑出来，有没有？它是不是是弯弯的、凸的？跟这个很像，有没有？是凸的。所以这样的镜子有什么好处？所以它开到旁边的。说。哦，对，它可以无画重的方式，它可以把很多的画面全部收进来，对不对？但是它的坏处是什么？会变形，对，所以不要跟我们一样哈 ，paranoid 就太偏执，家里每个镜子都变成是球形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往下走。艾雪在1946年做了这幅画，右边那是一个model， 是个大理石球，我们就暂时不理它。但是实情是因为大理石球太贵了，朱老师买不起哦。所以你们现在每一个人手上是不是有一颗小球，小的反射球，小的水晶球？朱老师手上这个是大的。好，你把这两颗球呢放在你的桌上。想办法假设你自己是 Asher， 你是艾雪，然后把你的位置调到跟艾雪这张画作一模一样的位置，然后朱老师要有奖征答咯。哎，有奖，对不起，可能没有奖哦。朱老师要问大家问题了，放好了没？我们的 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协助。好，老师要问什么呢？还没有，我还没有问问题，还没问出来你就知道哦。来，小朋友看，这个是你对不对？这是艾雪，她在画，请注意一下，她在画什么？她是不是正在画这张图画？好，那你现在假设你是艾雪，然后你自己正在画这幅图画。好，第一个问题来了，请问你中间这颗反射的球旁边的这个是什么？窗户。好，有小朋友跟我说是窗户，窗户赞成是窗户的举手。很好，那那个窗户在哪里呀？在艾雪的 右手边还是左手边？右边。好，右手边。那这个是什么？天花板上。那如果艾雪可以看到她的房间的天花板上的吊灯，你现在可以看到什么呢？我们有天花板啊，只是我们的灯没有那么漂亮哦。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电灯？有看到，小朋友举手。好，谢谢。再往下走咯，旁边这颗是水晶透明球，对不对？好，水晶透明球上为什么也有窗户的这个反光啊？因为同一个方向。因为窗户在它这里，对不对？同一个方向。可是它是透明的啊，透明的又不会反光。透明的会穿过去。透明的会穿过去啊。好，看一看你现在的水晶球有没有看到这边的影像？
有看到吗？窗户在左边。窗户在左边。好，给你十秒钟。好，然后朱老师又要问问题了。这个问题的答案连朱老师都不知道，所以我要邀请小朋友来帮我解答。这个答题目是，谁能告诉我？小朋友来，请跟着我的滑鼠 ，drawing 在这里哈。请告诉我这颗水晶球中间的这个图案是哪里来的？中间的这个图案，来，你说，天花板。那你有在你的水晶球这个位置看到天花板吗？桌子。桌子，桌子哪里？桌子这么大。桌子。靠近这个球的地方，还是旁边？还是这里？还是这里？还是这里？靠近球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的小朋友很聪明，有一个答案是那个是桌子的反射。有没有大人赞成的？这时候只有大人能举手了。有没有大人赞成？哦，有两个、三个。好，你的答案有透过观察得到证据的举手，有对不对？你们自己有看到对不对？好，我们要再往下走咯。拿起你的那个小小水晶球，放到你桌上的报纸，看一看你看到什么。报纸上的东西怎么样了？放大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放大了？没错。哇哦，所以这个水晶球变成放大镜，是不是放大镜？好，给你五秒钟观察放大镜，来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停，小朋友停喽，要不然我要把你的球收回来喽。好，下一个，把球拿起来，穿透这个球，你看到什么？你说，你看到对面的东西，可是倒过来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再把这个球靠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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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靠近你自己，靠到很近，看到什么？还是倒的吗？好，刚刚的动作再做一遍，去看你的报纸。拿很近的时候看到什么？慢慢拉远以后又看到什么？好，我给你二十秒观察，我待会问小朋友了。哦，大哥哥不可以提示哦。还有十五秒，加油！我给你看报纸，报纸到贴很近的时候，然后把它拉远，又看到什么？好，倒数五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哦，你们都很没有默契呢。来，朱老师重新设定规格。我说倒数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的时候，全场安静，而且要停下来所有动作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要不然哥哥就会把你的球球拿走了，就没有得玩。可以哦。那我们要不要练习一下？来，预备，起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很棒，这个是标准组，他就这样子的 frozen。好，好，可以动了。好，来，你刚刚观察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现，你靠很近，你看到的是放大，可是是正的。慢慢慢慢拉远以后，你就看到是倒过来，然后又变小。好，我问小朋友一个问题，有看过放大镜的举手？
有用过放大镜的？来，请问你用放大镜看东西的时候是拿这么远这样看，还是这样很近贴着那个东西很近的这样看？那是跟我们拿这个球一样要很近看，所以原理是一样的哦。只是你家的放大镜会做成一个球形吗？不会。可是你会发现你这个球很神奇，所以随身携带，你需要放大镜的时候就从口袋里把球掏出来，它就是一个放大镜。好，继续往下走。这是一个露珠在一个叶子上，小朋友告诉我，透过那个露珠你看到的是变大还是变小？变大。是不是跟你刚刚拿那个小的水晶球看报纸的字是一样的？所以我跟你讲哦，爱学的话你真的很多科学哦。再来，这叫 circle limit。 好，我需要一个人可以来帮我。哦，我很想你来帮我，可是你太小。那我们就约定十八年之后你要来念中央大学。我们对十八年太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十二年国教好了。然后念，十二年之后你要记得来念中央大学。来来，名字我看一下，而且要念物理系哦。OK， 哦 ，Promise， 这些都是见证人哈。好，来，好，我要做一件事情。这个图案呢，艾雪在画的时候是不是很辛苦啊？画了半天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根本不需要这么辛苦，我们直接用我们手上这个水晶球就可以做到这个效果。好的，周老师拿一下东西。好，拿一张扑克牌。那个还会需要这个扑克牌背面的花纹是不是都是规律的？那我是可以先假想一下，这个规律的花纹就是我们图案上的花纹。然后呢，我直接用这样一个小的水晶球放到这个图案上。我看一下，爸爸妈妈或小朋友，你的身上啊，你找得到这种规则的、不断重复的这种图形的话？来，就用你现在看得到，不管是你身上的图案，或者是你的报纸上，或者格子，我们的切割点是不是就可以？有没有看到中间变得大大的，然后旁边缩的小小的？有没有？看，没关系，往下走。有没有看到？好，朱老师再给你十秒钟观察哦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哎呦，最后一秒钟，真的。哥哥完成了不可能任务，有没有看到中间？中间是变大的，然后旁边是不是就缩小？对，好，焦距的关系，所以没有调得很清楚。谢谢，谢谢凯文哥哥。你的眼睛最厉害，所以直接用你的眼睛观察。我们刚刚只是透过摄影机让你知道，哦，有这个现象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再来这个。凯文 ，sorry， 我又需要这幅画，也是爱雪的画作里头很有名的一幅，它是一幅风景，对不对？可是你中间看到一个什么？有一个球啊，这个球好像我刚刚的水晶球，有没有？所以我就用水晶球这样看一幅风景画，可不可以看到这个？可以啊，不可以？可以。说不可以的举手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我们刚刚不是看过水晶球吗？水晶球这样看东西会怎样？会倒过来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画不倒过来？没有。我告诉你它是怎么做的。我们做了一个东西，这样。有没有看到朱老师手上的这个？它里面是凹进去的。有没
有没有看到？里面要进去有没有？这里面要进去，然后我们在里面填充了水，把它变成一个透镜。变成透镜之后呢，来，假设我有一个风景哈，这个风景，或者我们直接用刚刚的这个，跳跃动画，这个好。你好，扑克牌，是不是就是那个画里面的效果？我看到。然后越靠近它，哎呦，然后再远离它。好，有没有看到整个变形的效果？是不是跟那个画很像？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你要放大的话，你是不是要是凸透镜才可以，像那个画一样可以把它放大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做的这个装置，我们看到下面是凸出来的，有没有？有看到哈？好，非常酷哈、哦。那我们就要进到第二个阶段，几何的美。来，有没有小朋友可以告诉我，这只蚂蚁啊，它如果要从某一个地方开始爬，它要爬多久才可以回到它起始的地方？永远，一辈子，无限长的时间，爬不到，这么惨哦。好。我今天有暗装啊，我找一些暗装在我们的现场。曾经上过朱老师的方寸有几何的课的小朋友举手。子颖，还有谁？有记不记得有解那个莫比乌斯环？有没有？我就记得有你啊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你对不对？好，你们这三组小朋友，等一下 stand by 哦，朱老师需要你们的时候，随时都要上场来帮我。好，现在的这个东西，那个结构叫做莫比乌斯环，是一个单一的名词，它真正的那个英文的原文叫做 Mobius strip。OK， 可是我记得是德文。这个东西有什么特别呢？好，我需要小助教的意思就是这样子。之前是走这个对不对？拿出来就想起来了对不对？好啦，这个世界很特别。这世界特别在哪里呢？好，我们先要跟大家介绍什么叫正常，接下来你才会知道什么叫做不正常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了，要开工了。来，朱老师手上有一张纸，然后我们很快的剪辑到下来。这是一个圈圈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都会做圈圈，没错吧？做圈圈，因为为了要快速做好一个圈圈，好。那小朋友应该觉得好无聊哦，圈圈我在家里做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来家乐科学工厂做？好，我们把圈圈，我们接下来做的事情更无聊哦，忍耐一下，剪开，从圈圈的中间把它剪开。小朋友告诉我会怎样？他没有回答的是怎样？难道你不相信会变两个圈圈吗？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啊，再做一个，这是正常的圈圈哈、哦。小朋友都知道正常的世界是长这样的，这个世界很怪。你现在要做一个莫比乌斯环，怎么做呢？你在圈圈圈的时候。正面接正面，这是正常的圈圈。你现在要做莫比乌斯环的话，你要正面接反面。有看到？好，你要把它扭一下。这时候就有聪明的小朋友会问我说：“朱老师，要这样扭还是要这样扭？要往里面翻还是要往外面翻？”都可以。那都可以的意思是做出来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吗？哦，不一样哦。这样翻跟这样翻做起来不一样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先示范，我随便翻，我往外翻。好，我做好了一个莫比乌斯环，然后我再继续做我刚刚的无聊事，好吗？把它剪开。这件事情小朋友回家都可以做哦，所以不一定要来参加家乐科学广场。哎，哎，
没有断掉哎、欸，另一个圈圈没有断掉哎、欸，不像刚刚这个是两个圈圈哎、欸，它是一个圈圈哎、欸。可是不得不告诉你，有些事情改变了。什么事情？我先告诉你，正常的莫比乌斯环有什么奇妙的特性？好了，这是一个圈圈，这个圈圈是不是有外面跟里面？对不对？外面是一个面，里面是一个面，所以全部加起来有几个面？两个面，两个面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我们要看边，它有几个边？一个边，两个边。好，最简单的算术哦。所以一个圈圈有两个面，两个边，大家都同意吗？哈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莫比乌斯环，它有几个面？好了，这边有个女生，她在上面。好、哦、啊，这个男生他活的，他生活的世界，就前阵子有一个电影叫《颠倒世界》嘛。他生活，谁刚说他在地狱啊？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那你为什么这么希望男生活在地狱啊？你很奇怪哦。好啦，没有啦，他生活在跟女生颠倒的世界嘛，哈、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部电影，叫颠倒。是是是，哎，你累个很大哦。这个男生开始走，你看哦，他本来在这个女生，他活在他下面的世界，然后男生就开始走，走走走走走。你看哦，我走路的时候，我是不是都没有离开这个面，所以我没有作弊哦。然后继续走走走走走。哎，他走到这里耶，然后女生说我不想让你追，所以我要跑，我要跑，我就往天涯的尽头。单飞，好，这应该只有五年级的人听得懂我在讲什么。那个郑华娟的歌，走哦，他太好了，我终于远离你，我走到你相反的地方了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走不够远，我就继续再往前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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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往前走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这叫什么？冤家路窄吗？是不是？缘分天注定，会遇到就是会遇到，所以逃不了，怎么办？所以哎，他是只有一个面的，而且他在这个面上一直走，一直走，是不是可以走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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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到宇宙都毁灭了，他还在走，对不对？他只有一个面哦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，他不但只有一个面，他还只有一个边。边要怎么办？我临时拿我的发夹哈。我看到发夹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男生女生站的地方，是我的出发点。所以如果我走走走走走一圈，然后又走到对面，然后又回到这里，我是不是只有一条线一个边？好，大家一起来看哦，开始走走走走走，然后这里走走走走走，然后这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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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很好，走到对面来了。可是我要继续走啊，继续走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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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又走到另外一边去嘞。噔噔噔噔噔，回到这个位置，所以我总共只走一条线呢，我是在那条线上一直走。小朋友，待会可以用你的手指头就这样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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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也可以啊，这样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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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回来这里。所以莫比乌斯环很妙，它只有一个边一个面，没错哦。好，来。切同叶，小朋友想不想做一个莫比乌斯环？好，来，我们先发那个纸条。同时呢，我们看一下这段影片。这段影片呢，大人比较有 feel 啊。这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讲哦，你先暂停一下。有钱人有钱到一个地步以后哦，就会发现他都不知道怎么花钱了。所以呢，他吃的一定要跟人家不一样，他开的车要跟人家不一样，他用的要跟人家不一样，他住的也要跟人家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就有一个，这一定要很有钱才盖得出这个房子。他盖了一个莫比乌斯房子，你看
下这个房子哦，很妙。可以给我音乐吗？我在这个房子里头走路，你永远走不完哦，有一直在循环，一直在循环。我们进到房子了。走上去，好，走下来。想知道他把胶水放下去。